请问您怎么看待女孩深夜被打事件呢？传言您曾经被骚扰，是真的吗？拒绝回答这个问题。那有什么事冲我来？当老板是我男朋友。好难啊！笨蛋，我教你。别动。你相信命中注定吗？我老板是我男朋友，我一直以为我是在2011年认识他的，但就在刚刚，周总，我发现我们2020年就认识了。哦，不可能，那说明没来公司的。你看，我们俩互关过，你还带我上过分呢，记得没？不记得。哎呀，你看聊天记录，你给我看看，你看看嘛。怎么都是私密状态？嗯，你们真的打得比我奶奶炖的猪蹄还烂。哎呀，又输了。游戏打的菜，脾气倒不小。不行，我得去比心上找个电竞大神伴舞。收徒弟一枚。嗯，菜鸡勉强给你练练手。师傅，上号上号。来了，带你浅下十颗星。嗯，今天竟然自己开了。师傅教我的妲己果然不赖。怎么还不上线？笨徒弟，在干嘛？明天要去面试了，听说老板很凶，有点紧张。老板，这是你的信息。是他，放心，准能过。走走。哎呀，被你发现了！原来你早就对我图谋不轨啦。这叫姜太明钓鱼，愿者上钩。不行，我要发个动态说是你追我的。不行、啊。原来你以为的命中注定，不过是有心人的蓄谋已久。这就是男生的家庭地位吗？哎，大家，要不咱们就喝点。我要是被他们发现的话就，就怎么？我们两个大男干什么？还不自己做主？有点道理啊。现在是我们心情不好，应该他们来哄我们。对呀、啊，咱们就应该硬气一点。就是，男人就得啥？就得什么？嗯？滚！听老婆的，听老婆的。那就好，回家。左一人。